有这地啊？阿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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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嗯，但是他们这种状况话哈，歹话啦，卖啊！歹话，老师，一般想要蒙话，有提到这个做了老师话，啊，拢未使讲的是。金盒子啦，我们讲个金盒子，迄不是啊？这不是啦，金盒子。感觉古早金盒子好画，金盒子双仙也可以，双仙金盒子比较好画。嗯，它是用于写那个泼墨，金盒子。老师什么纸都可以画，这是那个老师什么笔都可以用。孙老师讲的哈，要什么纸都可以画，不然到时候会一哭无泪，所以要练练到。当老师的要什么都会，当画家也要什么都会，不能讲不会。还有什么笔都可以用，没有笔也要能画。老师就一支笔画到你。刷子的刷粉，刷墙壁的刷子也可以用。而且也会写字，写大字。隔壁翠英一个画家，他是用木头画的，不是用笔。拿木头上上剪木头下来，木头啊，木头啊，拿木头。哎，什么都可以画，卫生。以前老师在教书的时候，都教学生用卫生纸画，因为他们都说没有带纸。什么纸都可以画。卫生纸应该有带来的，他们就拿出来了。卫生纸，就像这个卫生纸。我上次那个是天门。天门山的天门洞，他的用手用这个地方画起来又漂亮，像门就是又画起来，像门户这套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学生很高兴。我用白木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就是野狐铲，嗯，很漂亮啊。这个没有功夫的人，但是花招啊，这叫绣花亭，知道吗？花钱绣的，花钱绣的，这个你们回去叫那个小朋友画哦，画起来都比老师厉害。漂亮。那我要叫我孙女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叫我们家那个丫头起来画。很漂亮哈、哦，这什么简单还可以里面讲话里面画，这个叫做没骨没气，没骨气。太的人。啊？太的人。是画这个人家会笑，这个就像人家那练那个功夫哈，人家都是有招有势哈，没力气。这个有招是没力，但没劲道。没劲道，没力气又没劲道。你看98岁，不错。在现在哈，现在是可以的。在以前的话哈，你跟人家打架，只要没有招式的话，不能打。那个一下子被人家打的，教我们见到那个老师跳跳打，我那边有人受伤。教我们见到那个老师讲啊，他说什么最厉害啊？打排球的最厉害了。杀球。哎，打排球的最厉害，那个千级第一名的哈、哦，那这样一头他打下去，他就完蛋。对不对啊？打排球是最厉害，不管你什么武功，他都从头砸下去。所以我们那个老师讲哦，哎，没有用啊，那个也不是最厉害，有枪更厉害啊。结果论。所以现在又不行。你看那个天赐要什么时候开始？108个。他开始了。他开始第一个写、啊，对，那个我这个老师说是好像这样直接写了，这样写，再这个是不是可以这样？一二三四，不可以的，不要了，就一排这样写，一排，它是一排。一排就好了，拜托了。你那个彩名字在下面，哎呀，你可以现在写一张给他。对对，你先写一张。我会，哎，对了，先写一张啊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因为老师。那你一张纸给我吧，试试看。再给没有，要那个蛋。那给一张，你写一张笔不好。对，张纸。这张不，你把先。看他可不可以。所以你要哪一个笔？没有，我
那个要顾及，因为你那个字要刚刚好，你要什么要算过，折一下，折一下，不是。这不高，这不高啊！我拿一张来先试看看好了。没有那张纸，你弄一个够的给我。先试看看啊，那个就弄上去，才知道应该怎么写呀、啊。这里这么写，你这里纸输过来了，这里纸这里提千年，记得吗？印茶话你照写。哎。印茶话倒在纸。你还叫伊落去呢？那是爱讲叫呢，太师呢，太师。饮茶我是刚刚做什么事？做什么？他还是也是老师的老师呢。很多人把这个饭店都做起来。我是什么生意？我干嘛有时候也不用跟你讲。最好慢一点，慢去插人上，去插人往会漏气。不要讲，你卖讲兼讲。你要被拜，要拜他的时候，他也不要了。怎么可以啊？老师的随身的呀、啊，我还卖两百。所以也没有必要多讲。练了，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的那个。教授讲的，以话为止。大家讲一寡啥，你敢知？啊，念过成功中学，啊，我也念过。啊，知。啊，黄正志也念过。有个默契，讲哦，校友。啊，你有个话题，其他不要多讲。多讲啊，没有用处。大家都嘛，下期不来了。我在啊。不来了，老师就可以休息。我是可以教到八十几。好。没有学生就不要教了，有学生当然要教。会有学生，因为延续算是远。嘿，你看我班的，阿妈。茉莉画画也没有班，也没办法上，那他们的班。对啊。没有。不然一天都醒过来了。中文进了班。然后老师在想伊啊，大家拢在想伊。老师讲在想伊啦，你想。啊，教授嘛在想。老师。梁启超。